我原来站台上说相声，嗯，三个钟头五个小时不觉得累，年轻。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啊，就是。他媳妇儿都说我，我媳妇儿说你什么了？你可不如原来了啊？谁说的呀？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这个不光你媳妇儿啊，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是啊，嗯，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这么说我。啊，人缘不错呀、啊，那净交朋友了，就这个呀。玩笑说玩笑，嗯，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老话啊。嗯，但是上台说相声还是最开心的事儿，那是高兴的事儿啊。尤其是于老师带着全家跟我合作，谁呀、啊？很高兴啊。有时候你老说在台上，应该又说人家嫂夫人如何如何的，嗯，其实还是那句老话啊，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啊。对，你以为我在台上说谦儿嫂，嗯，我就那么开心吗？你就是这么开心，我看，别这人就这就没意思了。不是你这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真到台下你要见见人家两口子，你就知道，嗯，谦儿哥谦儿嫂，人家这个感情，嗯，那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哎，我们倒是有感情基础，人家这个青梅木马啊，木马呀，什么青梅竹马呀，青梅竹马，对。俩人的感情是这一份儿，还行。谦儿哥本身人很正直，是真的热心肠。嗯，有阵儿待着了，嗯，门口饭馆，于老师，嗯、哦，帮忙吧。于老师打开那包啊，拿出一白帽子。他们叫我叫的有点勤了，这个。哦，我还老帮忙，您说过一回了。这我说了啊，多新鲜啊！那说，可能第二天又叫。啊，对，天天帮忙去啊。人很好，人好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他连洗头房都没去过，这叫什么评判标准呢？这个现在可能也没有洗头房了，这没有了。20年前，嗯，那是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场所。什么词儿？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点着一个粉色的灯，嗯，里边坐着一个老大姐，嗯，画的口红描的挺好看，嗯，他说他是美容美发，嗯，你把他那屋拆了。连一把梳子都找不到，人家不用这工具啊。这个地方于老师没有去过，我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从这儿走就走过去了，哎，路过，被那个大姐敲窗户喊他，哦，噔噔噔，嗯、玩会儿嘛，嚯、哦，啊，谁玩谁呀、啊？这个怎么这么粗的声啊？于老师能吓一跳，那是，哦，多少钱？我嗨嗨。这个又来到咱们新加坡演出了，是第二次啊，特别的高兴。是啊，这个你看我们第一个上场演出啊，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什么优点？就是大家伙呢，在我们这个谈话之余啊，啊，还有没有稳定住情绪的观众啊？还有刚刚进场，还有没有找到座位的观众？是啊，如果说再不进来的话呢，就您就不要进来了。可以关门。希望您各位能抓紧的这个稳定一下咱们这个喜悦的心情啊！我怎么感觉你比观众还喜悦呢？我高兴，我可看见人了，我跟你说吧啊！前两天都在动物园里待着啊，当然说实话啊，嗯，这个能来到新加坡呀，尤其出国演出啊，啊，看到这么多熟悉的华人面孔啊，是，尤其我们这样的演员，心里边是特别的激动。你确实今天很亢奋啊！主要是我怕二楼坐的紧后边那个观众看不见我。啊，哦、看得见是吧？啊、哦，不要跳，不要跳啊！不，跳的那一会儿上来。哦，有这么一事儿，啊，就提那不爱听的啊。其实来说呀，到这个国外演出呢，嗯，也挺紧张，很忐忑。因为什么呢、啊？怕那个国外的好多朋友们啊，对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哦，不了解啊。因为我们也不像我师父似的，人大演员，走到哪儿去都山呼海啸的，好吧，都认识。你今儿不是这样，他没出来，他出来的弄个边泳池，我跟你水都掉下来了。我跟你说，我以为台风就刮这儿来了。那个，我们昨天打机场出来的时候，那观众都围住了。哦，特别多，不让走。是吗？啊，他没交税。哎，那你等会儿，哎哎哎，这
这个话少说啊，这话啊，透着可能带烟卷来着啊，那个啊，带了一条让人扣那儿了。我说赶紧走吧，非得过 X 光机，你瞧完了扣。他也是为了图便宜，以为是 CT 的，我跟你说。说人家大明星走到哪儿观众都认识，就是都是焦点，对不对？好多人，有的那个热心的观众去那个、啊、去那个机场接机，哦哦哦，啊，带着那个长枪短炮的，好家伙，那是截机，那是接机，那是照相器材，长枪短炮。对呀，我也说的，你不要直接说长枪短炮，对对，长枪就是大长枪，啊，对，就是一放就嗖打，是不是还是那样的？对。怎么那么招恨？你别提这，就说那个相机的相机的那个器材啊，长枪短炮，长枪短炮，在那个《走进非洲》里边，我都看见过那个大长的那个。那师傅是个什么猴？你告诉我，《走进非洲》这什么那个器材特别的专业啊？是这咱懂，白色的。啊，有白的，对、啊，哎，白色的镜头，佳能的那个，哎、啊，对，头里还有能拧的那个，是不是啊？你说那是望远镜，是吗？望远镜不是中间调的吗？这不是？你看，我说是望远镜吧？谁说？我说这个、都认识，就说拿这个就为了照相啊，明星照相啊，对 对，都认识，啊、是，一出来都哟，郭德纲来了，快点。你跑这拍蚂蚁来了，是不是？怎么了？还有二楼的也得照啊！下次先把这二楼的说出来啊！就一楼，那你废话，拍郭德纲不乐怎么办？于老师的，于老师。人，机场有地下室吗？机场折不回来了吧？就说人家不能瞎说，人家是大明星，走哪儿人熟悉啊！对，你像我们这个小演员，没有人知道了啊，差很多。那就怎么办呢？嗯。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啊！我先介绍一下我旁边的啊，先介绍我，我们热爱的搭档啊，傻子看出来了，这次到国外带他治病啊，确实是傻子，像话吗？废话，介绍你好好的一个有个人样，让大伙记住我，有个亲和力，得亏是在屋里，这要在外边让国外多笑话，对不对？对不对？好行，让人外国人看着多笑话。行，矜持一点，矜持，对不对？我的搭档，曹鹤阳，是我，大家好。哎，该你了。怎么样？现在我都不想介绍我的名字了，我跟你说吧，啊，有认识的观众，但是说实话呀，也有也有人把我们俩人都认错了。啊，对，因为搭档十多年了嘛，对不 对？所以说有把我认成他的，也有把他认成我的。我有那么丑吗？你说，这人也不会聊天。真有、嗯，前段时间大家可能对我这个人设呀，比较了解啊。现在不都艺人不都讲究人设吗？人物设定 啊，当然现在好多人物设定就崩塌了。啊、这个，说什么呢？你说你可算买了第一排的票了，好家伙！你是为了跟我聊天方便吗？是不是？你干什么呀？好家伙！行，哎，你现在、上课你都没这么积极过，你说你行，可以。干啥呢？怎么？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人设崩塌，不要再来了，是不是？就说有好多那个人物设定都特别对，崩塌的主少说话，不就不崩塌了吗？对你这样绝对是不能 P 图，我跟你说。哎，对，行啊，少来。咱说实话，你哎，国外网络也这么发达吗？你看这。啊，这个确实都知道，我这人喜欢健身，这个没啊，对，他之前特别胖，现在瘦了。这个不是人设、啊，这我台上台下都这样，都对，生活习惯，对，喜欢健身，嗯，有的时候那个健身房，咱肯定不像人家有的那个艺人，啊、人家的健身房都是不对外，私人的那种，对啊，私人健身就自己练，那多寂寞呀，这人有教练，教练陪着，哎，对，没有外人，哦，哎，推那个杠铃啊。杠铃啊、哦，就躺那儿那杠铃，哎，100多公斤压那儿就不起来、啊，那还练个屁呀、啊？有通告都去不了啊啊！您看，我们请您外边有一演出，去不了，压着了。哎，教练干什么吃的？就跟那个王八驮石碑是一样的，我跟你说，王八那不放后背吗？也有练后背的，我跟你说。哎呀啊，就说人家都是私人，我们没有，对，公共的，大家去哪儿我们去哪儿。随意一点，哎，所以说经常的就有好多热心观众呢，就过来给我们搭讪，
说的真大气，还搭讪、啊、打招呼，对，打招呼，而且又像我练的又特别好，对，搭讪那是有目的的啊，打招呼就跟我，对对对，我这有一天啊，我这也是跟那儿正做那个推胸的那个动作啊，就练练这，你没压住是吧？就没有，我轻。啊你轻啊？不，我啊推的这个金属轻。哎，对了，拿俩牙签儿。哎，行了，跑这练划船来了是不是？你这牙签儿，我怕给我压着这儿、哎、啊。有俩水果来，跟这正坐，正坐着呢啊。有一个大哥哦，就把我就认成他了。哦，就是搞混淆。哎，对了，哦，咱俩老在一块儿吗？啊，是。过来一拍我肩膀啊，哎，曹鹤阳。哦，认成我了，差点没给我压死。你不俩牙签儿吗？那边开玩笑，那推着杠铃呢、哦，差点没给我压死了，好不容易挂上了啊！我说大哥，你疯了？怎么了？多危险呀、啊！是，那倒是。万一给我压死怎么办呀、啊？一个巨星就这么陨落了，那死就死吧，你瞧。谁再者说谁曹鹤阳？谁曹鹤阳？他多胖我多壮啊！哦，你哪儿的曹鹤阳啊？你就嗯，讨厌，走了。啊，走，这事就过去了。是你健完身一身臭汗不得洗澡吗？啊，都去过那健身房那浴室吧？啊，一个隔断一个隔断的公共浴室。哎，在那儿开个水之后，跟那儿正洗着呢。我这你等会儿一洗，你洗澡只洗这个部位吗？不是怎么了又？你非不是你怎么老盯着我这个部位呀、啊？是我的，你问问大伙儿，你这不就洗这一个地儿吗？你不。这洗澡吧，这不，洗澡，你就在就这么不对，洗澡应该身上，我就这么大隔断，我这样我在没我在扒拉躺下，这儿再来一个多米纽骨牌，啪啪啪啪啪，没说让你这样，我就说你洗你身上也得洗，你光洗这儿，我怎么就得洗这儿了我？不是你说你这都嘎着窝都得洗，你出汗，你这光洗这儿，你不是为什么光洗这儿？你我那天啊着急啊，没带着浴球。浴球啊，就浴球，我知道不？这浴液这不洗这儿不起沫吗？你这，这玩意儿那不这也没毛病啊，对不对？啊，我等我这回我明白，就洗这儿的起沫。对呀、啊，那你洗这儿也起沫啊？这儿也行啊，这儿也起沫啊？腿毛这不是也起吗？为什么光洗这儿啊？习惯管着管不着啊？管不着啊，管不着，爱怎么着怎么着，管不着、啊。反正你甭管怎么说我，反正我这正洗着呢吧。行，我这正洗着呢吧，还是刚才那大哥。哎，你我这洗，你是不是得这么往上撩啊？是不是？要不这沫上不来呀？管着管不着啊？你管着管不着啊？这正洗着呢吧？嗯，还是刚才那大哥又来了啊？这回认对了。哦，烧饼认准了啊？过来一拍我肩膀，嗯，烧饼。嚯！刚才认错了，这回认绝对是烧饼。嗯嗯，我这这也太尴尬了。这个，我说大哥，嗯，你认错了，怎么呢？我是曹鹤阳，来，这会儿想起我来了，是不是？废话呢，对，太缺德，这是。就说咱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很容易让观众认混，搭档之间都容易混淆，主要时间长了，嗯，有的好多观众啊，不是说从这个视频当中啊，有的人家也是从音频当中，对，没有人嘛，对不对？对不对？哎，经常一听一报幕，烧饼曹鹤阳，啊，听不清，分不清谁是谁，谁是谁，对对。而且我们俩这个声线呀、比较相似，对对，录出来差不多。有的时候我接嫂子电话啊。嫂子听不出来，有这么相似吗？你忘了那回啊啊！你上厕所去了啊啊！我一瞧嫂子电话啊，是该接接呗，接呗，接过来打个电话啊！哎，亲爱的啊，我说嗯啊，行，这叫伪装啊，我们后台坏着呢都哎。那个待会儿你回来啊啊，别忘了晚上、那个我媳妇这眉毛怎么飞起来的？你怎么看出来的？就是那个通过那语音就蹦出来了，我说回来嗯。坏坏，我说羞羞，行好，这传说中的音配像，这就是偶尔的。嫂子一点都没听出来啊，对，因为你说的话比较少，哎哎，甭说没听出来，看都没看出来，怎么呢？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哥俩这个老在一块儿啊，啊，背影都比较相似，
相似吗？我这我没有注意过。真的，都背影都比较相似。哦，因为时间比较长。对对对对对。但是大家伙说，咱俩在一块搭档多少年了？得有十一二年了。多少年？怎么牙要咬碎了？是怎么着？我十一二年了。十一二年了。啊，对啊。哦。哎，怎么狂犬病犯了是？没有，我就觉着咱们俩。你等会儿，哎，你等会儿，哎，邵老师，您等会儿，我提个意见，你不要这抹完就往我身上抹。这个习惯不怎么好啊，主要这都是白的，容易蹭脏了，你知道吗？你蹭就蹭，一会儿师傅用又不是我用，多坏，你知道吗？一点都不懂得什么。哎，你看这于老师这个用就用了，都无所谓，尊师重道是吧？就说我们哥俩在一块搭档起来呀，十一二年了，对对对，从这个童年期间呀，一直到现在这青壮年了。就还提时啊，而一点点的成长是，当然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呀，啊，每个人的性格呀，还有脾气秉性爱好都在变化，那是人和人都不一样啊。对，年轻的时候一问你喜欢什么呀，啊，睡觉，小时候爱睡觉，对，现在一问还喜欢睡觉吗？喜欢。说实话，喜欢，不开玩笑，你看是不是一个人睡吗？那不是我。还是不服老是吗？行，别闹别闹啊！你坐第一排是乐着方便是吧？乐得也太明显了，这个啊，确实爱睡。现在就是喜欢早起出去运动运动，转一转，跟小时候就不一样了。哎，对，哎，随着就变化，我也不一样。你呢？小的时候有人说你喜欢什么呀？啊，喜欢蹦迪。对，他小时候真爱去，一个礼拜去八回，你想想。我可能在那儿上班，我可能晚上去的来比德云社还勤呢。演完出你就过去了，一个礼拜才七天，我去八回。对，你玩到十二天以后啊，又算一天，一天去两回，然后一个下个礼拜一，这账没算过来。行，你接着说吧，对不起。算账算得好，嗯，就说爱去那儿，现在稍微差点，是现在闹得慌，现在不行了，现在主要是没钱了。没钱谁信啊你？现在主要是什么？就说呀，啊，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啊，年龄大了，哎呦，喜欢修身养性，不服老是不是？你瞧，我还是不服老，哎，我喜欢修身养性。嚯，啊，没事喜欢在一块喝喝茶，喝茶好，这个对，聊聊天儿。嗯，这各位，我跟您说，我喝茶不像他们似的。你怎么着？他们喝茶不讲究，我们就喝呗。你怎么平常后台刚才怎么喝的？茶叶扔杯里头，倒水，咔喝，糟劲。不是怎么就糟践茶吗？不就怎么糟践了？知道吗？ 那水平常就那么烧开就喝了，那可不烧开一沏，沏完之后一有色儿你就喝呗。那沏完了，一有色儿就喝。这茶叶嘛，不一泡有色儿你就喝，不懂全糟践，给你好东西都糟践。不是那我们怎么喝？怎么喝呀？我们那都是紫砂壶。啊，那不都是七老八十老头儿，人家弄个紫砂壶，人家撅嘴儿往里倒，那不是你那对嘴儿喝糟劲，不是留个缝儿？谁告诉你的？你说那是偏瘫留个缝儿，那是闭不上了，知道吗？不是人真有端一小紫砂壶就这样进有，我们那叫功夫茶，不懂，就是弄一紫砂壶啊，之后拿那个烧水，那水都讲究，有什么讲究？最好是泉水或露水。哦，然后旁边弄个小泥壶，哦，然后拿那个荔枝炭，荔枝炭，因为这个烧出来这个味儿啊，有这个荔枝的清香，哦，哎，扇这炭，啊，扇着了之后文火烧开，哦，那怎么闻啊？这闻也，鼻子给你燎黑了，就是说这个火比较小，啊，慢慢让这水啊咕嘟开。哦，还有这个步骤。对了，不能把这个矿物质损坏了，就是让它慢慢加热。哎，对了，烧开之后，少小火扇着呢，扇得了之后，拿出这水来啊，先烫一下这壶，就这个茶具。哎，对了，让这个壶温啊，保持这个跟这个水温持平。嗯，然后呢？是茶叶。哦，这会儿才谈到茶叶。对呀。哦，不懂不懂。拿出来好茶叶啊，那都是立顿的。哎，撕开了，尤其得顿住了啊，你看。纸片别掉里，我跟你说，尴尬，我跟你说，费了半天劲就喝个袋儿茶，是不是？不是我，那还这么讲究干嘛呢？直接撕开了，把这茶叶包放嘴里，这绳儿当了出来，这是浇水不就得了吧？
这位这竟来这暴力的，这位废话那么麻烦干嘛？我就说扔一把扔里一沏水一喝就得了，弄个袋儿茶你瞧，我怕说好茶你不懂，你这不是懂不懂的问题，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怎么就不明白了？您弄个袋儿茶你骗谁呢？说好茶叶大红袍什么什么水仙这你不懂。嗯，是不懂。喝茶为了什么呢？嗯，聊天儿啊。你能聊什么？你这嘴里头这当了根线，你这嘴里就到都爆，别别别，这也带出沫了。你这聊什么？你有什么可聊的？行，你聊什么？你说吧。后台这么多人呢，怎么不能聊天啊？嗯，行，聊聊什么？其实最愿意跟聊天，为什么我不敢跟我师父聊天啊？老师啊，对，紧张，辈分在那儿摆。我愿意跟于大爷聊天。对，于老师没大没小的，对。什么叫没大没小 啊？不是跟我们聊天比怎么说不对啊？那叫比较亲近。哎，有亲和力。哎、是，而且人于大爷爱好多啊、嗯。你跟我师傅一聊就专业方面的。对，都是说相声的事儿。改教学了嘛？对对对对。于大爷喜欢什么呢？嗯，喜欢什么？养个马呀。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啊？大家有的观众知道，啊、比如说这个于大爷在这个北京、啊、有一个叫天津地华宠物乐园，对对对，养各种动物，哎，哎小矮马，对对小的。后台还有一个演员啊，叫孙越，就是岳云鹏的搭档啊，岳云鹏的搭档，挺胖的啊，老拿人开玩笑、啊、说孙越在动物园里边当动物。你等着，哪有说当动物的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再说哪个动物园里边养猪啊？对吧？看看，对你看开玩笑吗？你也够缺德的，养猪干嘛？啊、欢，哎，欢像话吗？欢，哎，没有动物园里边养家禽的，对不对？对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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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那意思、嗯，老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天，长知识啊、嗯。而且来说，孙越老师人家对动物比较了解，很熟悉，在动物园经常跟动物接近啊、嗯，对不对？人家经常跟我们聊天，嗯，你看狮子、老虎，你们了解吗？我了解呀、啊，了解吗？你看给我咬的，哎呀。能活着回来就不易啊！我说你还是不好吃，我跟你说吧，啊、要不然你长不了这么大。我跟你说，是是是是是，跟他聊天长知识啊！因为我发现啊、嗯，人家讲的有道理。什么道理？人家说这个动物它有一个习性哦，它跟人一样，一样吗？对未知的事物产生恐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说你没见过东西，你害不害怕？我害怕呀、啊。没吃过的敢不敢吃？不敢吃，你看看，不是，但有点，你就说，就鬼屋我都不敢进，因为咱没去过呀。你叫黑屋我都怕，对不对？黑屋你就怕，不认识人的微信我都不敢聊，他得谨慎。您是，哎，对对，哎，那你太谨慎了，那可能不这样哦哦，动物也这样哦。人家说了，在这个危难的关头，嗯嗯，你再碰见杀伤力大的动物，嗯，它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这个现象一定会出现。是吗？这个比如说啊，咱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你在森林里边了，森林里走着走着啊，碰见狼了，狼，对，啊，怎么办？这还用问怎么办？撒丫子就跑啊！等都等，拿出窜稀的速度，哎呀，我就出去，我告诉你，绝对不能等，那逮着就完了。他先放烟雾弹，你看见没有？怎么？你跑得过狼吗？我怎么跑不过狼？你几条腿啊？我两条腿啊。狼呢？狼两啊、哦，四条。四条腿。那你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撅着跑吗？我不是。对不对？你跑得有狼溜走吗？我不行，没练过倒是。还是的，未知事物产生恐惧啊。那他对我是未知，我对他那不是未知，人家问我来的。所以说你就得了解动物的习性吗？啊、哦，未知事物，你走着走着，他以为你是人呢。嗯，你突然间停下来了，他就不知道你要干嘛。未知事物产生恐惧。那我不变靶子了吗？那不是我，你不动，他也不敢动啊，都不动。对了啊，敌不动，我不动，是就在这个危难的关头啊啊，猛回身，猛回身，吓狼一跳，行吗？这比如说你走着走着吧，后边狼来了，感觉到了啊，你不动，狼也不敢动，都不动，僵持的啊，等待，等，懂啊？哎哎哎哎，呀！吓着你了，能不能吓着狼？你废话，你给我吓死你的！这个时候有后续呀、啊？什么后续？你手里边还得拿着东西呢，拿一个。你进山不得有人登山杖？登山杖啊？我不带。你怎么着？出门拿一个军用的雨伞。雨伞？哎，对了，那有什么用？军用的长把雨伞。那有什么用啊？这东西？拿着雨伞对准狼，对准了狼，打开，哎，狼就吓跑了。邵老师，您老师。您是不是在给我讲一个童话故事，对不对？怎么说话呢？你得了吧，你哦，狼看雨伞打开，人就跑了。你想想，一个圆柱形啊，一棍儿，
一个棍儿怎么变成这么大一片？你见过，他没见过呀。哦，未知事物产生恐惧呀，狼就吓跑了。哎，对了，啊，哎呀妈，太吓人了，估计是这样的。您这卡通狼，您这是。我还是不太相信这个。万一咱就说 啊，对，万一他要是见过，见着啊，你不这么着，你打开雨伞了吗？啊、对准了，狼见过，冲、哦、你走过来了。是，这时候把雨伞立起来，啊、立起来，蹲下，这能达到什么效果？装蘑菇，你给我，我直接演一狗尿台不就得了吗？我哎，这么大一什么装蘑菇像话吗？就狼冲你扑过来啊！这时候你得稳准狠了，怎么着？拿着雨伞对准了狼的嗓子眼儿、啊，嗓子眼儿插进去，插进去，然后打开，哎，打，打开，哎，狼就不是狼了，那狼是蜥蜴啊！真形象，你瞧，哎，你别说啊，他头里这些咱都甭管它真假，就是这能插进去，那狼就准死。这个没问题，哎哎，我相信这个，对对，这还真有道理。还有什么在森林里边好多咱都碰不见，哦哦哦，社会上在这个平常的城市里没有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有的那个动物善于隐藏，啊、什么隐藏的？你叫麻雀啊，在树上待着你肯定看不见，哦、你跟树一个色儿。壁虎，哎，这都是、变色龙。还有你比如说那个蛇，啊、哎，这个东西吓人，蛇最善于隐藏了，嗯、而且蛇有毒。有毒，对对。据这个人家科学家统计啊，让啊说这个眼镜蛇啊，剧毒啊，让眼镜蛇咬上一口必死无疑。咦，说那么吓人，你还必死？行行，反正你说你的，我也碰不上了。碰上了就必死无疑。不是我也碰不上，就是碰上了就必死无疑。我说我碰不上，我会让你碰上的。哎，你这人有多缺德！我说我碰，就说如果碰上了，没有如果，我就怎么怎么办？我要碰眼睛，哎，对了，撒丫子就跑啊，拿出窜稀的，跑不了。这么一会儿您两回了啊，两回了，不是危难的时候显身手吗？废话，废话，您这有开关是怎么着？不是，我就想快点跑。人家是喷气式发射机，您这是喷。不是，我就形容我这拿出跑不了，蛇浑身上下网纹状的肌肉啊，爆发力极快。而且你知道蛇要攻击你啊，它提前有一个攻击式的状态。什么状态？都见过蛇平常这样啊，蛇形、啊、尤其是眼镜蛇一攻击你，当时立起来啊，立起来啊，哎，冲你吐舌头。哦哦，这有一个专业名词，什么呀？叫信子，蛇信子。 对，发出这个沙沙的声音，特别恐怖，特别的瘆得慌。哎呀，吓人。当时立起来啊，立起来，舌头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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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该死去，知道吗？这是个傻蛇，对不对？去你们家蛇，对对对，就这样。我来不了那么快呀，得特别快的。就说比如说蛇冲你，嗨，吐舌头了啊！你说你怎么办？我怎么办？你呀、啊，冲他翻白眼儿。哎，翻。哎，我要这么听你的，我就必死无疑。我告诉你，蛇都这样了，我这还跟什么？我这样都得死。我告诉你。不是，我就说说正经的，有什么办法没有？雨伞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那就是捅死狼的时候我又拔出来了，对不对？哎，对了，还有雨伞的事儿，拿着雨伞啊，对准了眼镜蛇，怎么着？啪啊，给他眼镜打掉！哎，我去你的！下面请您欣赏《富贵有余》，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谢谢，哎呦，我的快递来了啊！刚才是烧饼跟曹鹤阳，对，小哥俩是我俩徒弟啊。是，然后这个让他们俩下去休息一会儿。嗯，换上我们俩人来了。哦，这个地方叫新加坡。哎，前两年还没少过来，这是第二次到，第二次来演出啊。然后楼上楼下来这么些人看我们来，是特别的开心。哎，我看着最后一排离着我们得有一站地。哦，嗨，没有那么远。你们是没有钱买头里的吗？嗨，
这叫什么话你没有这么聊天的，你这坐了哪儿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就是，但是上面头里这排要注意安全啊啊！他们要是喊闹，你们别跟着掺和。不，为什么？你要掉下来，底下得补票。哎，这嗨，咱们说点正经的行不行？今年其实演出很少，是我人为的控制了一下。是吗？去年演的太多了。哎，正好是我们大庆。去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对，5000人以上的演出，我们演了111场。嗯，5000人以下的演出，整个德云社演了3000多场。是，我说这不能再演了。嗯，因为去年这一年，把中国相声界150年来的演出全演遍了。对，我说再演再敬业的话会死人的，受不了了。所以到今年年初，安排演出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们的演出部门，哦，能休息就休息。哎，咱们也需要一个踏踏实实的搞创作，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时间，哎，对，反思一下。虽然各位这么捧我们，但是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都是谁呀，啊？会有的啊，这嗨，什么叫会有的？会有的，嗯。今年上半年好像就演了一场日本东京，嗯，一出东京羽田机场我都感动了。怎么呢？大批的观众打着横幅那儿迎接我。说什么呀？欢迎郭德纲来日。哎呵，哎哎，说明还很年轻。这跟年轻没关系。我们俩分两批去的。对，不一个日子。过了几天，于老才去出机场，嗯，也有这个待遇，这都是迎羽田来日。唯一的区别就是，嗯，接他的都是男的。哎，这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我去的比他早几天，嗯，因为正好我小儿子也没事儿，就带着他去玩。哦，到那个就是米老鼠的那个比基尼公园到。我其实原来弄得上香港看，香港那公园地方不大吧？香港那个小日本那比基尼大，哪儿有比基尼公园？什么？那叫迪斯尼乐园。啊，迪斯尼迪斯尼乐园。对，嗯，反正上半年就演了这么一场，嗯，其他的时间就待着吧。嗯，岁数也大了，是到春节我都30岁了。嗯，你。亏心了，虚岁，没听说过，哪有虚这么多岁的？一晃在舞台上干了好些年了啊！实话实说，也没有别的手艺，是就会说相声。嗯，我们俩合作有小半辈子了，可真的啊！要没有谦儿哥，我早就红了。嗯啊，好，我一直这搅和来着，合着没有您可不行啊！您客气，都说相声是艺术，是啊，艺术两个字怎么解释？这还能解释吗？艺说的是人的能耐，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哦，这是个手段。有艺有术，嗯，才叫艺术。哦，啊，说这个能卖票未必是好演员，嗯，不能卖票肯定不是好演员。这倒有道理。来一说相声，哎呀，我这么好那么好，我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嗯，完事你说听我一段3分钱，观众扭头就走了，呵，你就不要再站在那儿说话了。嗯，为了你值得花钱，这是观众一个最基本的底线，这是认可呀。我们这行最大特点就是先学吃饭后学养家。嗯，什么叫先学吃饭呢？是啊，站在台上，你比如烧饼，嗯，有这么大的孩子，哦，他得先指着这行能吃上饭，哦，得挣着钱。可能说那个节目未必多么的文雅，哦，未必多么让您觉得每句话都对，嗯，但是他得先活着，哦，活到一定程度了，嗯，要提升品位，哦，要上品，要上档次了。但这得慢慢来，嗯，无淤泥焉有何化？对，这都是辩证的，俗要俗的那么雅，哦，雅要雅的那么俗。你瞧，
越说越来劲，你这。哎，嗯，全场好几千人了，嗯，得把你们提升到一个位置上，哦，调整到一个频率，这是最难的事情。确实是。哎呀，特别哑。嗯，你哑得过昆曲吗？哎，昆曲是真哑呀。清朝末年的时候，赶考的举子要听昆曲，得捧着《康熙词典》。哎呦，一句唱词四个典故，这是都得翻遍了才能明白引经据典什么意思。嗯，太哑了，是就没人买票了。哦，没人看了呀。累一天了，看个戏还得带着一车字典。嗨，谁跟你受那个罪去了？哦，曲高和寡，哑到极致不风流，是太哑了，一定会被人抛弃，就不听了。太俗也不行，太俗怎么不行啊？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嗯啊，没有人看，这是，这新加坡的观众怎么这个素质啊？这我也不脱，谁脱上台脱裤子像话吗？相声是干什么用的？对我来说是吃饭的手艺，嗯，对您来说就是哈哈一乐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就好，图个乐。你不必指着说听完相声之后决定你后半生怎么生存。哎呦，不至于。那你现在的人生也太失败了啊，是不是？当然，也真有人说了，我就爱听那个不笑的相声。不笑的笑，哎呀，这段相声听完之后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个好人了。嗨，这都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好家伙，这牙根长得太深了。这个你说这个玩意儿咱们伺候不了它呀。是，这是伺候不了，是不是？你就得试试中医看看。嗨、嗯、什么都没用了，能不能调理调理啊、嗯、听相声不要想得太复杂。嗯，一听一乐，嗯，出了这个门一定要把它忘掉。哦，不记着。你不要上那些个某些个观众表演艺术家的当。怎么还有观众表演艺术家？那天听了一段相声，到死火化的时候，我的骨灰上都印着这段词。哎呦，你就应该早火化。哎嗨，一听一乐，哎呀，我出了剧场门我都没有记住。嗯，废话，你记住了我吃谁去？嗨、哎，好不，我们还得演呢吗？就是一说一乐嘛。啊，当然也有朋友指责，怎么着？郭德纲在台上老说于谦的父亲，哦，于谦的母亲，于谦的媳妇儿，于谦的孩子如何如何。是，你看看人家别的说相声说过吗？嗯，我心说他们一辈子也没我一年演的多呀。嗨，为什么要说于谦的家人呢？嗯，我还真想听听这解释。嗯，您各位都是明白人啊，我一说你们就能理解。哦，相声就是我们俩人，是俩人站台上说故事。一种表现形式是才艺展示，嗯，学个京剧了，学个歌曲了，学个这个学个那个了。哦，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两个人讲故事，也就这样。故事的主人公第一就是说我的事，嗯，第二是说他的事，对，第三是说我们两个之外的事情。嗯，我们什么都没有，有没有这大褂也说相声。嗯，没有辅助道具，没有什么投影啊灯光音响，无所谓的事哦。所以说最快要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哦，一句话就要让你相信这是真的。这个难了。于谦的父亲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嗯，你听直观感很强。嗯，我们不能说像外行似的，我们俩说一个人，这个人呢家住山西，哟啊，什么这什么哪个哪个小区多少多少号楼，那个王大爷，嗯，那俩成外行了。就是我们说这个，您脑子跟着转去吧，山西怎么着，太原如何如何，哪个区，嗯，那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哎，就是一句话，他爸爸如何如何，哎，你也痛快，我也痛快，我凭什么痛快？这大伙儿痛快了就得了，我就别找这痛快了。我小的时候说相声最早是学捧哏，我在这桌子里边站了十年。哦，也是捧哏，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换逗哏的演员。哦，没有一个人饶了我啊，全说站在这儿，郭德纲他媳妇如何如何，嗯，郭德纲他爸爸如何如何，郭德纲他们家怎么怎么着，嗯，列位，就是谁在里边谁来这活，这就是角色，跟唱戏似的。
这老艺术家唱小生的。哦，他95岁了上台，他演那活也是个孙子。对，他没胡子吗？小孩6岁唱京剧上台唱老生啊，6岁上了台，他演的也是个爷爷。可不吗？挣的这份钱，应的这路活，哎，而且本钱都没不乐意，你管得着吗？我这还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你说这个玩意儿，这不讲理就在这儿了。哦，你看个话剧哈，嗯，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嗯，你来电视剧，俩人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嗯，看个电影，嘟嘟嘟嘟一打枪死10000人，你知道是假的。嗯，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所以说说他们家其实是为了相声艺术做贡献啊。哦，你瞧还上纲上成这样了，说了半辈子相声有什么不懂？就是这行2点做好了就能坚持下去。怎么叫哪两点啊？说相声第一要有好身体。这怎么还跟身体有关呢？4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你把那3个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这是啊，哦，这么说的。这，哎呀，他说的天好，35岁他死了啊，41车祸一个，42又气死一个，就剩下你连人话都说不利索，活着95，你就是艺术家。是吗？你有话语权呢。好家伙，对不对？是，万事万物是一个道理，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嗯，身体是最重要的。哦，长寿。当然如果拿这句话当玩笑，我们再换另一个说法啊，文化很重要。哎，您说这素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嗯，只有文化最重要。得学知识，这是中国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人。哎，您又捧我了。真的啊？不敢这么说。写字画画都好。我倒喜欢这个。没事画画啊，这个岁数40多了，嗯，还上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培训班去报名，基础学起。我是于谦，我来学画画，可真去？可以啊，于老师。哦，你们这儿有那个素描吗？啊，素描是基础啊。嗯，怎么了这是？什么素描？就是那个大姑娘小媳妇儿不穿衣服，人体素描。啊，这当然也有男的。废话，啊，我可以报名吗？你瞧，可以啊。啊，报名交钱留下来了，让去了，去学习班上学。啊，去了3次就不去了。怎么费这么大劲，3次就不去了？嫌冷。哦，我脱了让人画去了，可那是冷。我报哪名去了？我别人都不了解他，我最熟悉他。啊，我们大小一块长起来的。是发小。3岁习文，4岁学武，5岁胸口碎大石，练过。20岁参加工作。哎，你先等一会儿。嗯，5岁我就练胸口碎大石了，20岁才工作，中间那10几年呢？养伤。我跟大石，我们谁碎谁呀？我们俩从小家里边宠的都不行了。啊，从很小的时候找人算卦，说他5行缺金。哦，缺金，所以他的小名叫王胖子。这有关系吗？这跟金挨着吗？这个有钱家里的啊，命运多金。哦，多金，那是我们一块儿打小，哦，我们班的财主，班里就是财主。哎，从小一上学就拿一沓钱，嗯，啊，会就数。哎，嗯，吃的什么？吃的签儿，油条。嗯，哦，没见过。嗯，我这么有钱连油条都没见过。给你啊，买给我。我这就买了。你看这玩意儿。嗯，掏出一单钱，人家孩子油条买给他了，花好几百吃一剩油条啊。飞扬跋扈。我这是飞扬跋扈。有钱我们跟人家没法比啊。我们那个童年说实在的我印象特别深。怎么？我小的时候我母亲的单位组织那个就带着孩子出去旅游那种单位的福利。哦，去了一趟秦皇岛山海关啊，这海边的就回来一趟就美得都不行了。我记得我说了好几年这个事儿。那就不容易了。到那当年那样，嗯，回来之后人家看着我们，郭德纲手里拿的什么？哦，害怕他呀。哦，嗯，看看吧。这什么呀？把你手里的小贝壳卖给我。北戴河捡的。
小贝壳要买，我没见过。不给不给不给，嗯，不给就打死你。嚯，我又掏钱，给你这200块钱。200，给我这5个小贝壳。好家伙，抓走了，买5个贝壳。我这哭了都不行了。嗯嗯，当然长大了他才知道。知道什么呀？那是开心果的皮儿。哎呵，我说我们家现在怎么没钱了呢？都让我买了这不中用的东西了。真的，家里真有钱啊！你包括后来，嗯，出那大录音机哦，人家头一个用，我买了啊。BB 机是头一个用，嘿，当年出 VCD 啊，还有印象吧？有有有，光盘装 VCD， 对对对，我们没见过啊。我们那会儿还停留在看香港录像带的那个年头了。是是，香港武打片就觉得那个好神奇。嗯，人家看光盘，哎，有盘了，掏出一张问我，嗯，懂吗？哦，咱哪懂啊？是啊，一光，嗯，上面外国字儿，要写的，底下还有一行中国字儿，写的什么？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呵，我给一什么盘啊？这是，咱们也不懂啊。啊，不懂。嗯，人家洋洋得意，说什么？拿家去了，高兴啊。啊，当然。外国字他也不认识，那可不嘛。他认识那个，啊，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哦，他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哎，好，三口人其乐融融。哎，对，看一外国参考片，哎，没让人打死。哎，对，也就是他们打。家里有钱的人就是不一样，是，净花这糟钱。他这个有钱是从祖上就有钱。哦，传辈的。想当初他的曾祖，嚯，那就远了，在清朝做过官，是有过这么一任。呵，我还见过一张照片，什么照片？就他曾祖顶戴花翎，黄马褂，哎呦，就那儿坐着。哎呦呵，嘿，列位，嗯，清朝末年是有照相技术，不是什么家都能照。那倒是，好像李鸿章有照片，嗯，左宗棠有，那都大官。慈禧太后有几张？对对对，是不是？嗯。他曾祖有一张印象特别深，那时候就完了，胡子，哦，胡子吗？有胡子，有胡子啊，有胡子啊，哎，我怎么记得没胡子？也别想别人，就这一个有胡子的，嗯，站在慈禧旁边那个没有胡子，不是，不是那个，不是这离慈禧远着呢，哦，有胡子，有胡子，不是有胡子吗？有胡子啊，也没那么长，很长啊，给西太后擦地着呢，哎，这好。我这蹲布绑上后边中堂嘛，中堂，嗯，中还有中堂一副对联嘛，还有对联，上联是吃亏是福，哦，吃亏是福，下联是福如东海，嗯，这得吃多少亏呀，啊，他怎么那么多福啊？有有有有这么一位，有印象啊，他曾祖那会儿就做官呢，嗯，哎，负责冷宫的冷气，那就没什么事儿干呢，他这个那是最开始嘛，仕途的开始嘛，哦，仕途开始负责冷宫的冷气，哎，刚开始一进宫就是在冷宫门口卖冰棍，哎呵，哎呀，后来又掌握实权了，哦，这还能掌握实权？掌握实权，后来负责那个叫什么鹤顶红的品鉴，这不是掌握实权了，这是得罪人了，知道吗？这官运不旺啊，这个上任当天就死了，对对，那就是来活了，那就是，好像喝了2两，一口就死，这东西那就死了，死了，家里留下钱来了，啊，还挣钱了，要不他祖父能那么有钱？哦，家里趁，还祖父妻妾成群，你咬这么清楚干嘛？说错了，你咬这么清楚干嘛？一堆媳妇嘛，那叫妻妾成群，妻不结恨，哎，对，非得鸡才结恨，鸡妻妾什么？没有鸡，真难说啊。妻妾成群，俺家里有的是钱啊啊！祖父这点好，嗯，有钱了不做官，哎呦，想当初我父亲就死在贪杯上了啊！就别，这不是贪杯，这啊，我好好的锻炼身体啊，给老于家传下后代。哦，开始练，从小练武。哦，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呵，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全练，全练过。你瞧瞧，找天下这些武术的名家啊，教我投名师访高友，
最著名有一位练铁砂掌的大侠，哦，那个教过他爷爷，哦，传授过铁砂掌，嗯嗯，这单巴掌挥动起来500斤的力气，这一个巴掌500斤，俩巴掌1000斤，好家伙，这铁砂掌这位大侠，哦，教了，死在了一个清晨，怎么回事？哎，这个洗完脸拍爽肤水哎，脑袋都没了，哎，缺心眼儿吧？这大侠智障啊！这是一身能耐没来得及施展，一身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呀？洗完脸死的，爽肤水都没拍好。嗯嗯，后来又拜了一位大侠，再找别人吧。这大侠，嗯，大侠练地躺拳，哦，这是下三路的功夫，躺在地上。嗯，千军万马你都打不过的，是是，这能耐。这位后来也去世了，他怎么死的呀？也是跟人家武林中人较量嘛，他有能耐呀，能耐大。嗯，正好站在一个斜坡上，哦，哎，在坡那儿对方跟他打，嗯，就躺下了，这地躺拳嘛，顺着坡就轱辘下去了。嗯，就轱辘到河里头去了。嗯，他又不会游泳，嗨，活活淹死。嗯，你瞧，这都是缺心眼儿的。反正是所有的大侠，你祖父都找过，就找这人呐。到最后是一身的能耐，还真学着了，真学会能耐，坏了，怎么不敢动手了？为什么呀？你看，真正的武术高手一动手，对方就完了。哦，能耐太大，什么刀枪不敢使，那是不能动。嗯，就带个葫芦，这葫芦是平时没事盘着玩。哦，真有了事儿了，拿葫芦也能抵挡一气。这多大能耐呀！他拿个葫芦，你拿个机关枪，他都不怕。至于吗？这个？哎，后来带7个葫芦。干嘛带七个呀？练之前有口诀啊？怎么念？叮当的咚了当，葫芦娃，葫芦娃。没听说过。我说这带七个就不像话。带一个，一个葫芦。后来一个葫芦碍事，切开了。这干嘛？切开带了一半。一半在北方，这个一半葫芦，这叫瓢啊。对，就瓢，背着半拉这个行走天下，这就行了。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北京第一嫖客。什么名儿啊？这太难听了，这就跟葫芦不挨着了。能耐太大了啊！可惜后来身体不太好。他也身体不好。自打有了这个名号之后啊，身体越来越伤身体。那是、嗯、后来得了这个全身不遂。嗯，全身不遂啊，好，俩半身不遂可都让他得了啊，就后来就动不了了啊。那是全身的吗？脑子很好，那就植物人了呗。脑子很聪明啊，这管什么用啊？脑子很聪明，眼神很灵活。哎，是吗？躺在这儿啊，嗯，净转眼珠了。哎，嗯，家里看这怎么办呢？啊，赶紧给他冲洗呀、啊！怎么叫冲洗、啊？娶个媳妇儿，哦，拿喜事儿冲一冲。过去老年间讲的这个，是是，娶了你的祖母，哦，这才娶老太太过门来，嗯，伺候这个啊，呵，好家伙，嗯，哎，打老太太进门，这是陆陆续续俩人生了7个孩子，嗯，拿眼神就生7个孩子呀？怎么意思？这全身不遂就这样就生7个？要强啊！这和要强有什么关系？俩人个性，没有，闹不清楚，反正是生了好些个孩子。哎，他没得那病的，很厉害，是吗？厉害，这后来这才有了你父亲嘛。是他有孩子呀，爸爸这份儿，嗯，纨绔子弟，嗯，纨绔子，玩胯，不像玩胯子弟，玩胯子干嘛？玩什么？纨绔子弟，玩内裤子弟，玩什么内裤？外裤不玩了，没爱玩不玩？就叫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对了，那是万贯家财。他是有钱吗？他爸爸也好数钱，这有钱人都好这个。一天从早上一睁眼坐在这儿，刷牙洗脸坐在这儿，开始数钱，一天都数啊，数到吃夜宵，吃完睡觉。你瞧这一天不干别的，合着他爸爸没有指纹。怎么没有指纹？我磨下去了。后来出那苹果手机送他爸爸，他爸不要。是啊，可开不了锁。哦，这数钱数的，哎，指纹都磨下去了。太有钱，大少爷，哦，他爸爸当年他爸爸就开着进口的汽车，哦，老死来死，哎，对，
离死就不远了，这个叫什么？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哎，对，哎，喷那个法国的香水。法国什么牌子呀？嗯，那个，嗯，那确实啊，味儿特别香。哎，这那个什么名字没听清？法语啊？啊，嗯，就啊，特，我说这你说清楚了没听？什么牌子？王守义啊，十三香啊。那我老干妈就便宜了，喷一身左脸，合着。他爸爸打这一过，所有人都咽口水。哎，对，都想起羊肉串来了。这，嗯，别吧唧嘴了。哎，哎呦，他爸爸吃饭那个年头，人就吃西餐。哦，那哎呦嚯，那时候他爸爸一个人盯中国相声界一万个说相声的。是啊。哎呀，说相声吃饭没样。哦，真的，我不是你们哪位认识说相声的啊？啊，你想象中啊，嗯，你回忆啊，你跟说相声吃饭的时候，他结过账没有？哦，没人结账，哦，跟说相声握手，你完事赶紧数，看短不短，知道吗？哎，好好，甭说戒指，顶这儿也给你拔走。好的，手指头数数。人他爸爸那个没法比，我印象特别深，就我们同行有一哥们儿不错，咱没说是谁啊。我一想他我就乐，我老拿他跟他爸爸比，这比的吗？想当年20年前，国内刚兴有自助餐的时候，哦，我们这说相声这主就去了，哦，顶门就去，35块钱随便吃。那是一进门先喝2瓶碳酸饮料，哎啊，不要钱啊，可见汽水了，哦，啊，坐在那儿打嗝，好，眼泪哗哗的，哎，呛的。35块钱喝2瓶汽水，啊，回来问我怎么能报仇，嗯，我说你也缺心眼儿，我说明儿还去吃去呗，啊，摘好的，捡贵的。什么叫好的？我说你吃海鲜呗，嗯，转天又去，这回行了，行吗？吃了30斤海带，哎，这嗨。这也捡便宜的吃，那个跟人家于谦的父亲的怎么比呀？我爸爸怎么了？老头那西餐的刀具都纯银的，哦，都银制的。他们那大叉子纯银打造，嘿，吃西餐去啊！你先等会儿。不行了，别配乐了。我爸爸是取经去了，这个不是吃西餐去了，这纯银的啊，坐在那儿啊。哦，哎，嗯，好，哎，我去。改木匠了是怎么？就是，咱不会比划，那杀的是锯。哎，嗯，坐在那儿，服务员，先生有新鲜的牛舌吃点吗？哦，怎么了？哎呀，太恶心了！怎么恶心了？牛嘴里出来的东西，我这个身份人怎么能吃呢？哦，嘴里出来的不行。有鸡蛋吗？嗯，吃屁股里出来的是吗？这是怎么捡的？吃是的。有身份。哎，吃完了牛排。来一杯人屎咖啡，人屎咖啡，你先等一会儿。啊，怎么了？就咱懂再说，不懂别说啊。怎么叫什么？猫屎咖啡，那叫产量低，人产量高是吗？产量高也没有这么产的，这就叫什么？猫屎咖啡，猫屎咖啡，那是最好的。有身份，有钱，当然，嗯，后来家里边也落魄过，也没钱了。你坐吃山空啊，什么时候是一站呢？嗯，确实是老于家后来有段时间挺苦，就落魄了。他父亲有段时间想法，我自己挣钱。哦，也行。呵，最早他父亲去智障，就是缺心眼儿是吗？制作手杖，你说全了好不好啊？这个制作手杖，制作手杖，这叫智障。他爸爸智障1年多，嗯，行，好了就不错。嗯，哎。还问你爷爷了，看我智障行不行啊？爷爷，哎呦，这嗨，这爷儿俩都智障了，这就。后来1年多，你爸爸改行了，嗯，改犯贱。这犯贱又是贩卖宝剑，嘿，比智障强点。再后来不行了啊，给出去干力气活，哦，卖苦力去了，擦玻璃，这叫蜘蛛人。大楼外边挂好了绳子，给人擦玻璃。这也挺难。哎，最早是写字楼，哦，后来居民楼、住宅楼他也擦，全擦。他父亲说了，嗯，住宅楼擦着心情比较好一些。什么叫心情比较好一些？写字楼里边穿西装打领带，嗯，没什么可看的。那住宅楼里头呢？住宅楼大姑娘、小媳妇什么样都有啊。是啊，爸爸拿绳子拴好，从上面下来。嗯，你先等会儿，我爸爸要现形啊，这是。就是，干嘛呀？挂在那儿，挂着没有挂一王八的。这怎么回事？这屋有一姑娘，看见姑娘刚洗完澡，还没来及穿衣服了。呵，你爸爸
嗨，别使相了。女孩一回头，嗯，四目相对，哦，这就看脑子快慢了。这怎么？你要等人家喊流氓，要了命了，那就坏了。女孩刚一回头，你爸爸先喊，他说什么呀？看什么看？没见过擦玻璃的吗？嗨，好家伙，这恶人先告状，这个。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出来这样的人才，反正就是反应快。嗯，爸爸管他管得严，是小的时候可怕他爸爸，可不吗？我印象特别深啊，他父亲拿自行车驮着他，哦，那是骑车带着我上学去，嗯，他淘气呀，哦，这脚卡在车里边了，卡在车条上了，车停了。哎呦，要是一般那些庸庸碌碌的家长就非得下来了啊，怎么了孩子？没事吧？疼不疼啊？这叫庸庸碌碌的，人家他父亲没有，我爸呢？骑着车，嗯，这是发现了呀，知道脚卡住了，怎么办？站起来蹬，哎呵，哎，哎呀，我活得这么大不容易啊，我这脚别里还站起来蹬，那脚就下来了那个。管孩子严格呀，这是严格的事儿吗？真的，要不他那会儿成绩好啊？什么？这可怎么成绩好？你我上学的时候，要说考60分啊，我妈就带着我上庙里烧香还愿去。啊，这及格了吗？人家他考99分啊，不敢回家。我也是残疾人，要强可能是，脚都写蹬下来了。教室里面拿着这个考卷，99分不敢回家。那也得回呀、啊，最后也得回呀、啊。嗯，拿着这个到家门口。哦，他爸爸正遛狗呢。哦，就在外边呢。嗯，考多少分？妈呀，99。是。啪！这什么意思？抡这狗就砸脸上了。好家伙，拿狗打我呀！连人带狗都懵了。哎，那是狗招谁惹谁了？这个。我门口管他爸爸叫中华田园人，那没听说过，比狗还愣着呢。没有，很好啊，嗯，很好。到今天我们才说啊，就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一定出类拔萃，就出人才。哎，你老看哎，郭德纲跟这个打架了，跟那个打架了，人谦儿哥没有啊，咱们不跟人打架。当然，他也有腻歪的人，是吧？他也有讨厌的人，但都有看不上，从来没有说跟谁吵，没有不打架。他把这些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嘛呀？亲手送你们上西天！嗨嗨，太阴险了，我这个。我了解他呀，啊，打小一块上学嘛，嗯，一块他坐那边，我坐这边，就是他挨着那边窗户，我在教室，我挨着这边窗户嘛。哦，我们俩好朋友，咱俩倒是那会儿好家伙，当然是人有时候花点钱买点我那些个。珍贵的宝贝啊，什么什么呀，小贝壳啊什么的。哎，别提这个了。但是他跟我私交是真好啊。那是啊。啊，嗯，那天放学了，啪把刀拔出来了。哟，怎么了？你必须跟我一块儿学密电码。我说学密电码？我傻了，学那玩意儿干嘛？必须学，不学就弄死你。哟，学吧。好吗？跟他一块儿学，我们俩竟然上小学的时候，啊，把这个密电码是掌握了。哦，这都学了，考试时就用上了。考试的时候怎么用上了？他坐那边，我坐这边啊，拿笔在桌子上啊，一会儿他就问我，这什么意思？嗯，这题会吗？哦，啊，你呢？赶紧，你回答，不会。不，嗨，白学了吗？这不是，光学密电码管什么用？你学点知识。我现在想都很开心。哎，对，啊，那点功夫都下在密电码上了，嗯，挺好，挺好。嗯，一晃都这个岁数了，嗯，俩人在一块儿小半辈子了，哦，很开心。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哥哥在跟前待着踏实，哎，这都挺好。有钱，但是不欺负人，啊，这好人还是？钱是真有，嗯，啊，举个例子来说，嗯，电话一出什么新的，嗯，买完挨个送我们，哦。那有钱就真是拿你当亲哥们一样，关系在那儿。当然，他比我们用的都好，也都早，啊，就是那个开指纹那手机那个啊，人家用的也都早。对，我倒不好数钱，但是他这点好，孝顺。哦，他从来不用指纹开，
我呢？他说我父亲都没用指纹，我不能拿手。我这传什么劲呢？我。他用脚。多费劲呢！他那手机是拿脚指纹开。拿脚啊？有时冬天在外边接个电话可费劲了。还得脱鞋。你这一出去啊，手机微信响，叮咚，来电话。你先等一会儿，我脚趾缝，我连衣服一块脱呀。那里边穿的连裤子，全身。我凭什么？这是拉锁啊！太缺德了，整个都脱了，内裤也脱呀。好，光着屁股接一电话，你。哎呀呵，五分钟啊！啊，马路上脱一光屁股，嗯，就得接这个，嗯，打开微信，还是微信？他媳妇问他，哦，回家吃饭吗？就这么点事儿，不去，哦，完了，还得现穿，叮咚，好家伙，有这功夫都回去一趟了，你，哎呀，嗯。媳妇儿，那你哪儿吃啊？外边吃。哎，再不行不行，我这太闹得慌了。叮咚，把酱给。没有这么贫的，你这有钱。太闹得慌，有钱能这么着？两大特点，第一是有钱，第二呢？第二就是有文化。哦，就有知识。我跟他不一样啊。怎么？我也有一点文化，但是传统文化居多。哦，喜欢传统的，看书看的传统文化多也好啊。他是什么书都看，是是是。我那回在家翻书找，嗯，霍金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简史》，是是，找不着了。哟，我就问问他呗。嗯，谦儿，你有《时间简史》吗？我怎么回答的你？翻脸了，我急了，我有时间也没不简史。哎，对。我这叫有什么文化呀？我这我家里都是那个古典文学啊，现在满肚子都是古典文学。还叫什么叫满肚子？你看什么《百家姓》《三字经》？你看啊，怎么着？还《三字经》？哟，《百家姓》还能摸出来？《大学》哟，《中庸》嗯，《五经》嘿，《四书》哦，你好好摸摸你四书。哎哎，来啊，摸摸你二大爷。嗯，像话吗？你改摸四书了，您这人讨厌就在这儿了。不是，好好聊天儿。他当然他是有比咱强的地儿，咱也承认。谁都有好的地儿。我其实我这人比较保守。什么？哎，你尤其沾什么电脑啊，就这类东西我不行。电脑？人家这份儿，我喜欢啊。说相声第一个用电脑就谦儿哥。对对对对，坐在那打电脑。啊，我这不是打电脑呢，我这刻毛豆呢。我这打电脑有这么高的吗？打电脑啊，这砸电脑就这么着打。哎，嗯，凡是出最新的电脑，嗯，头一个就是他用，更新换代。告诉我，来上家看看来。哦，新买的万能电脑。哟，郭德纲。万能。郭德纲来参观参观吧。呵，我去吧。嗯，到那儿看，哦，看半天啊。是。我你这万能电脑什么玩意儿？啊，亮了灯，里边一个盘子来回转。哟，过来，那是微波炉。嗯，嗨，您这也太缺乏这路知识了。过来了，嗯，人家坐了电脑那儿，好家伙，一人高大电脑，万能的吗？万能电脑，嗯，上面立着四个霓虹灯，万能电脑。呵，嘿，谦儿坐在这儿，嗯，我说这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问题他都会回答。哦，全行。你看着，嗯，打开电脑，自个儿啊，嗯，38496，嗯。乘以91420块，嗯，9.9毛，哦，等于多少？快说。是，一秒钟电脑就回答。什么答案？不知道。哎呀，回答了就算了。你看这玩意儿，万能电脑。哦，谦儿，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什么还显摆呢？我也不敢搭茬啊，只能站在这儿。哦，我家别这，别老转着眼珠了，咱都傻了呀。啊，这是傻了吗？这个。谦儿说：“我再给你问个问题。”嗯，电脑，电脑，嗯。我于谦，嗯，现在问你个问题。是，我爸爸在哪儿呢？啊啊！我吓我一跳，我怕他提到我，你知道吗？别提不到你，提不到你。因为在相声节目里，我们总是以这个形式出现的啊。没有，电脑啪啪啪啪出字儿。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这都知道。谦儿傻了，
不对呀、啊，不对、啊，我爸跟我妈上美国玩去了。我说错了。我说你可能输入法有问题。哦，你从换个方式问。哎，对，点挠点挠。嗯，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这回行了，电脑出字了。嗯，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哦，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对、哎、对了。